我是刚木工列车长的109年3月11号七堵站16:02所拍摄是有列车要通过普悠玛之桥，应该通过。耶，我的普悠玛之桥准备通过。是223呐，223次就没先看处理普悠玛之桥。像2020年 TEL2025，拜拜！我的23次就没有健康树林的 TEL2025将 TEL2025普悠玛之桥在七堵站通过，谢哥哥，你那拜拜。